今天差计划的第六天，我摆正心态玩游戏的体会啊。首先是一首后来的同学啊没看到的，我给你复述一下我今天的大战过程。先是一把貂蝉啊，先是一把貂蝉。这把貂蝉呢怎么说呢啊，这个貂蝉呢啊，你能看到我这个队友0-9，你啊就是辅助感觉这个支棱不起来，这个李白最后嘎嘎送，好吧，我这是左跳右跳我都没办法把别人五个人给弄死啊，这太难了太难了，好吧，第一把这是开播第一把心态有那么一点波动波澜啊。然后第二把我满怀信心啊，是吧，我这个中路难道玩不明白吗，是吧，就开启了我国服47小网啊带躺之路，那个后羿出门就被杀，出门再死再死再再死，好不好，那个后羿还没到四级就已经死了3次，到四级死第4次，那个后羿就被我按在地上摩擦，结果你哪料得到啊，我的队友就没有一个能把战绩给打正的，好不容易是吧鏖战20分钟终于有一个虞姬把战绩给打正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输了，好吧，这就没办法，好吧，狼儿也带不动，这两把已经把我心态打得有点小小炸了，我已经感觉今天我这个 X 计划可能要做不下去了，很多人说完了完了，大仙你是不是要沉默了，你是不是要摆了，但是我想到我这个名字前面有个叉点啊，我这个屹立不倒，我开启了我的第三把啊，完了把马可波罗，这个马可波罗也是挺难的，是吧，我差点我又要陷入那种恶性循环中了，我的心态马上要濒临雪崩，你猜那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上路这个芈月他是一送再送一送再送啊，我的下路辛辛苦苦疯狂发育疯狂杀人，我赶不上这个芈月送的速度，你知道我第三把我人真的是要顶不住了，可是我又看了一眼我名字前面的叉点啊，我又顶下来了，我带着我的队友又是嘎嘎乱杀，可以看到我的战绩啊，15-4不容易呀、啊、兄弟们，好吧，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两把法师过后这一把还难了一把，他想让我三连跪，但是我的意志不允许我三连跪，我顶住了压力，我是直接拿下 MVP 赢了，然后到了第这一把，是不是这把怎么说呢啊，这一把你可以看到什么啊，这个中路他真的玩的不怎么样，好吧，我被这个武则天是在这个每次我转中路的时候被这个武则天是打得嗷嗷乱叫，但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啊队友好起来了啊，其他人会啊，你看到这个诸葛亮他稍微会一点啊，虽然都没我会，是吧，稍微会一点啊，有一个不会的就赢了啊，这一把也是赢得惊心动魄，我感觉这终于是拉平了，今天晚上是2输2胜，然后再到后面是吧，再到后面用艾琳啊，在用艾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已经顶过了那一段黑暗时期，好吧，我开播了黑暗四把，这四把差点让我放弃了啊，但是我顶住了，然后就终于是碰到好兄弟了，这个盾山是嘎嘎带着我乱杀啊，碰到个盾山玩挺好挺猛的，好吧，然后后面又碰到什么是吧，这不说了嘛是吧，又碰到一个好辅助带着我也是乱杀，再到后面碰到仙友啊，碰到仙友插计划摇，看到没有，摆正好心态，每一把都不放弃，我是勇敢前进，好吧，你不要去怪这怪那，我只发挥我自己的，我就要像在甲骨里面当个战神，谁都不能制裁我，好吧，假如说你没有这个东西都是随意的啊，这个插计划你参不参与都是随性的，我只是发起这个计划，改变不了什么游戏环境什么的，我们不谈那个东西，我只希望说大家打游戏能跟我一样摆好心态，好吧，咱们不摆不投不骂人啊，坚持这个你看看自己今天的胜率怎么样，是吧，你就当一个做一个小实验，你这个做个小实验，你看看自己把心态摆好一点，哎，咱们这个胜率那么高一些，好吧，假如说你有兴趣参与这个计划是不是，然后那个你有兴趣参与这个计划并且达到一些好的素材，你可以投稿到我们这个邮箱里面，
是吧？转发评论就有了啊，改善游戏环也别改善游戏环境了，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的，行不行，兄弟们？今天的视频，嗯，他们为什么骂起来？没干嘛，为什么要骂？鲁班骂人，嗯，打游戏骂人不对的。我们遵循不摆不投不骂三个重要的原则。2000 years later。那现在我状态还不错。还不死。哇，这个伤害！哇，老哥！哇，有人忍了！这没办法了，太多人了。哇，这是拿不闹抽的，不行啊，我这把太秀了，我不想让你看了，还挺烦的呀，这个人。这实在是支援太快了，这每一波一来就来五个呀。这个哪吒也是心意已决，每一波都冲我，很猛的。赶紧把防御装给做一下。好，我有纯金章琼了，那我现在进场我就特别能打了。我一三技能进场，按个纯金章琼估计扛好多伤害。我在期待什么？去按呢？我在期待什么？哎呀，这个真的是，还是能把我晕一下还是怎么的？做名刀了。什么？鲨鱼机期待到了，猎人已厉害呀！我都被我逮到了。OK， 都倒了。OK， 直接把那个真机给扑到，不然这个真机往里面丢个大招，那个中路兵线又没了，好吧。这个稿件不好呀，我觉得我之前那些稿件会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应该是拿来直接抽奖的，好吧，这个应该是直接拿来抽奖的，抽那个900个改名卡小红包啊，改名卡小红包。假如说你没有的话，你就直接转发评论，每天都在抽，好吧？这个东西不强求大家参与啊，呼吁一下。假如说你这个，因为我是看我名字嘛，因为我发起了这个计划，所以我最近都这样要求自己，感觉自己胜率挺高的，游戏体验也还不错，所以我就建议你有兴趣你就参与一下，你没兴趣拉倒啊，别带我节奏，很烦，好吗？好了，我该说的说完了啊，该说的说完了。我下播提前感言吧，是的，什么？这他俩刚开5分钟，那不行，那我估计我还得打一把。今天有壮丁，是的，今天抓壮丁。观战。上高地了。行吧，都上高地了，那算了呀。好吧，他们都上高地了。那我继续挂着我的战绩再聊一聊，好吧？加入叉计划的好战绩，我每天我就晒一波战绩图算了，告诉大家我这个心态打游戏是怎样的。你说我这特别强吗？也不怎么强，反正我玩是这个效果，你玩差不多也应该这个效果，好吧？我们水平半斤八两，你说是不是？
我改完了给改名卡嘛，不是你改完了我发不了改名卡，我又不是官方，我只能发9块钱小红包给你，好吧，发9块钱小红包给你。你为什么又要跑？让他们播一播，我去看一下那个长老们，好吧，我看一下长老们，关注一下。我不能直接看长老的比赛啊。好吧，我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大家知道啊。长老们怎么了？长老们在打比赛，但我不能看，不是我们平台的，不能看。长老们是谁呀？啊，你居然不知道四大长老是谁？这不是你们取的外号吗？我就是因为你们取了四大长老这个外号，还搁这一天到晚在那里刷大长老、二长老，我分了半天我才知道谁是大长老，谁是二长老。去观战，然后当一会儿解说呗。他们在比赛服，门主和他的四大长老，对的，我忘记打什么杯了，反正他们在比赛，我等一下稍微看一下。大长老是射手，请问你们这个大长老跟二长老是怎么分出来的啊？为什么大长老是射手？按头发的多少？头发少的当大长老是吧？真服了。我等他们把我顶了啊，等他们把我顶了。怎么不打了？怎么不打了？盲盒直播，盲盒直播，盲盒时间到。一块玩，让他们玩吧，让他们玩吧。我看一下他们比赛，看一下。都是加入我旗下的弟弟，都关注一下，好吧？多少星了？我这个号好像十九星吧。